你怎么样？我还可以啊，我很紧张哎，很久没有念书了。我还好啊，毕竟我离学生时期也没有很久啊，只是转学，我第一次。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找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好了，好吧。 台东萨拉曼这次是来到了台东县南回地区的金峰乡，要介绍的是从原本闲置的九里丘国小变身打造成现在的这座小米学堂。在2017年12月10号这天正式开幕，可说是全台湾首座以原住民族传统农粮小米为主题的场馆，是具备有故事馆、食艺馆。 展售杂货铺、体验馆、加工生产区，还有露营区等多功能的场馆。小米学堂也是南回小米整体产业的发展中心，这边怎么玩？跟我们上课去。陈丽，建林，老师好，你们好。坐坐下。老师，哎，有。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其他学生呢？ 可能是因为少子化吧。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跟两位同学报告一下，现在其实我们立秋小米学堂已经很久没有招生学生了。既然两位来者是客，我就好好跟各位介绍我们立秋小米学堂好吃、好玩，还有一些文化的部分。小米学堂是我们南回地区重点规划发展的一个小米文化的地方。 让我们很多游客啊，我们的亲人朋友们来到小米学堂，大家了解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的文化带出去，让大家分享。天哪，金峰乡把学校变好玩了！我喜欢这里有种像是博物馆的那种感觉，因为这边陈列了有超过20种以上的小米品种，一目了然。加深了游客对小米各种类的功能和用途的认知。 而且小米粥对妇女最好了，尤其在坐月子的时候，胜过大鱼大肉来得更好调养身体哟。你瞧，这间教室可以直接购买到金峰乡的农产品，除了小米之外，还有小米酒、树豆、红梨等等产品，超好逛、超好买呀！怕买不够吗？放心，这边的加工生产区马上帮你出货啦！ 来来来，这边很好玩，充满童趣的公仔彩绘，让你发挥创意，把可爱的洛神公仔或是小米公仔带回家。还有还有，马吉自己做完马上吃。另外，岛小米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哇，可是用尽了力气，岛小米气喘吁吁，想不到要吃到这么营养的小米，还要经过脱壳脱粒的前置工作，好辛苦，让我太佩服了。吸收了知识，也体验了辛苦的岛小米，接下来吃饭啦！厉害吧？不要只有听故事、买农产、玩体验。 待久一点还可以吃到小米便当，这趟旅程真的是完好完满，太值回票价了啦！我觉得我想不透，刚刚吃饱饭，现在这是在干嘛？我们就是吃了这么好吃的小米便当，要去消化一下啊！走，我带你去瞧一下。瞧一下，他不知道瞧很远吗？ 骑脚踏车可以骑吗？骑脚踏车去就好啦，傻傻的。立秋村的鲁拉克斯吊桥其实早在民国44年建造，本来就是立秋村重要的地标。不过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被冲毁，经过重建，新的鲁拉克斯吊桥横跨金伦溪，长106公尺，鲜红色的桥身与翠绿的青山。 蓝天白云相辉映，虽然是隐身在部落，但在山谷中更显得抢眼，连接金伦溪流域资源产业，也促进在地文化及经济产业，让部落的记忆再次牵起，也延续了鲁拉克斯的故事。哎呀，为什么只是去一趟吊桥回来，我就觉得我又饿了哎，好饿哦！还有小米便当吗？小米便当吗？ 应该没有了吧？我们中午吃那么多，那么好吃，应该不会有剩。啊，不，还是我们问看看校长有没有小米便当。
校长，还有小米便当吗？好饿哦。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请问我们乡长，因为乡长对立秋非常熟，他还会介绍很多好吃的美食给你们哦。乡长，乡长，原来我们这么近。对，原来我们这么近。乡长，那这里还有什么好吃的吗？当然有，来到立秋的小米学堂，除了小米学堂的义食馆之外，还有Sabarang的民宿的美食，还有小尼奥的美食，还有二姑庄的牛肉面等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在立秋村等你们。哇，好想住在这边哦，有好多好吃的耶。不要担心，住下来我们有提供露营区让你们搭帐篷。搭帐篷，好，搞搞搞，我就是搭帐篷。等等，我们还要先实施传统竞技的竞赛，决胜负，输的要负责搭帐篷哦。好，我们比赛开始哈，请所有人哈，退到射击线后面。哪里来的射击线？哪里来的射击线？有啊，哪里？就是前面这条啊。哦、水沟盖啊。我先拿完水三出了。好，四分。再来。四分。拖把。五分。耶、yeah。打到谁？打到摄影师了啦！好好好，接下来走哇！好，你很强哎！可能是小米便当吃不够哦。哇！哇！前面不要有人哦，加油！哎呦！三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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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很强的一个绝技，因为小米采收的时候，在采收的时候还要用头来顶小米。我现在哈、哦、要挑一个我们金峰乡顶上功夫最强的哈、哦、来代理我，香兰。看起来还好啊，看起来还好啊，那没有关系，我们赶快接下来就进行到我们的顶上功夫。预备备，预备备。哎呦，很难呢。我觉得我赢了。那个达人呢？我赢了。第二名，第二个在哪里？好了好了，小米拿下来了，先掉了，小米先掉了，先把它放在中间，对，放在中间。来到了金峰，很多事不能不知道，就像走出了金峰就想要走回来金峰，因为还没玩完，而现在一年一度的小米年纪就要登场。金峰乡小米年纪等你来体验，耶、yeah！